兄弟，哎，你怎么样？哎，相公，爹，你来了。我飞鸿，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救他。你怎么样？啊，阿仙，帮忙。兄弟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手啊！哎，好，你忍着点啊。忍住！飞鸿，齐英，过来，有人死了！快来呀！快救救我娘子吧！哎呀，你看看怎么办呢，皇叔？怎么样啊？啊！娘子啊！哎呀，命好命苦啊！娘子啊！哎呀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是医生，大家不要乱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往哪儿啊？哎，干嘛呀？这哎。你们要他死还要他活？大家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当然是要他活了。哎，你不能啊，不能啊！你怎么这样啊你？哎呀呀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啊？别看。娘子，哎呀，你看，真是遇到神仙了，娘子。哎呀，相公，你好了，走，我们回家。怎么醒啊？咱们回家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兄台，请留步。请问有何见教？在下是宝芝林的黄七英，请问兄台高姓大名？原来是黄师傅，久仰久仰。在下叶世轩。请。想不到叶先生如此年轻，这救人的伎俩竟然如此了得呀。黄师傅见笑了，我这是班门弄斧啊。哎，客气。敢问叶先生刚才救人的伎俩是属何门何派啊？哦，这是西方的医学，叫做心外压急救。刚才那个夫人呼吸停顿了，若不是及时施以此法抢救，恐怕早已活不成了。可这倒叫兄台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所难堪呐。既能救人一命，这点难堪又算得了什么呢？难得，真是难得呀。我从小就向往治病救人的工作，所以很早就去了大不列颠求学。黄宝今天真是有幸能够一睹西方医学的奥妙神奇之处啊。我也只是略懂皮毛而已，不过刚才若不是看到黄师傅推弓过穴、运指如飞的本事，还真不相信中国医术如此博大而精深呢。中国医术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只可惜年代久远，再加上门户之偏见，到现在很多高明的医术都已经失传了，能够传世的恐怕还不及十分之一啊。真是可惜啊。西方医术的发展虽然比东方时间要短，可是更加系统化，也不会有门户之见，故此发展一日千里啊。这正是我中华医术应该学习的地方啊。正是。叶先生，黄某真是跟你相见恨晚呐。相见恨晚。行。哎呦，你这脚熏得我脑门子都疼了。啊，娘啊，你轻点儿。还疼啊？你的伤怎么会变得这么疼啊？如果爹早将他的绝技交给我，我就不会被人欺负了。那个梁威无归王八蛋就会以大欺小，如果我不是身手灵活，早死在他棍下了。啊，那个梁威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哪个梁威啊？啊，身为举人竟然对一个小孩子出手，而且出手是那么的毒辣。哎呀，也不能怪他，他也是为他的宝贝儿子出头，但是我爹胳膊肘却向外拐。啊，你好大胆呐，竟在你爹背后说他坏话。哎，我说的是。来了。哎呀，相公回来了。哎呀，来，快请坐。请坐。相公，你给评评这个脸啊。你说咱们家飞鸿吧，他虽然调皮捣蛋，可他还是个孩子啊。
你看那个梁威，他是个武举人，居然欺负小孩子。你看，不要再说了。什么？这个调皮捣蛋鬼啊，让他受点教训，对他有好处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什么？哎呀，我看你爹心情还不错，赶快给他送杯水啊！哎，娘，爹是不是有心事啊？啊？相公，你儿子给你倒水来了。别慌，去歇着吧。阿贤啊，啊，今天在场地上救人的那个青年男子，原来他是个西医。哎呀，想不到这西方的医术竟然是如此之玄妙。哎，他救人的方法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叫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法。哦，知道了。搞了半天你都看到了，笑什么笑？阿贤啊，这西方医术竟然玄妙到如此之境界，真是厉害呀，厉害！诸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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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本官呢代表我们广州城的全体百姓，将这块匾赠送给勇者无惧、仁者无敌、救民于水火之中的黄麒英黄师傅。好，黄某愧不敢当，愧不敢当啊！当天若单凭黄某一己之力，又怎么能救出这么多人呢？这个功劳应该归叶世轩叶先生。啊，叶先生，这块匾应该归你所有。哎，黄师傅言重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要不是叶先生，我的妻子他就活不了。是，哎，叶先生，你可是我的大救命恩人呐，在此。我全某敬你一杯。不用客气，治病救人乃我辈学医之人当做之事，不用客气。看来我应该代表广州城的全体百姓向叶先生你道声谢呀。 谢谢。本来呢这顿饭是给梁举人接风的啊，可是今天看来应该有更深刻的意义啊。本官借此良机重提旧事，那就是本城民团总教练一直是个空缺，我想今天该有个合适的人选了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咱们广州30年来终于出现了一个武举人，这民团总教练一职非梁武举莫属啊！对对对对，论武功，梁武举堪称拳打广东啊！哦，是，谢谢谢谢，多谢各位厚爱，多谢各位。可是梁某刚到广州述职，公务较多。比较繁忙啊，这个大人，另聘高明吧。嗯啊，梁大人，这可真是可惜了呀！啊，太可惜了！哎，我建议黄麒英师傅，黄师傅比较好。对对对，黄师傅武德具备，堪称乡民弟子的典范。是啊是啊是啊！黄师傅，我看你就不必推辞了。啊，黄师傅。这可是民之所向啊！对对对，黄师傅，黄师傅，黄师傅，好，既然如此，那黄某就当仁不让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哎，来，黄师傅，听说您是少林正宗啊？武术之道嘛，只不过是为了强身健体、护国安民，又何来正宗与不正宗呢？可是人家都说天下武功出少林嘛。无疑呢，少林是我们武学的泰山北斗，但难道就不会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吗？其实武术跟医术是一样的，过于偏执于门户之见，就只会退步。倘若能够融会各家之所长，这才可以兼修并蓄啊。黄师傅高见，世轩拜服。哎，哪里哪里。哎，对了，叶先生，这次来到广州有什么打算呢？本来我想在此开设医馆，可是恐怕难以成事啊。为什么？我在这里人地生疏，有谁会愿意将店铺租赁于一个陌生人呢？啊，这还不容易吗？只要你肯留下，我就有办法替你找一个店子。真的？哦、oh, ，very good。very good、啊。这就是非常好的意思。哦，是非常好的意思啊。关关雎鸠，在，在。关关雎鸠，在河
在河什么来着？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想不到你能把这本书背得滚瓜烂熟。那是，好说好说。哎，那么宋词呢？背没背呀？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真是难以置信呐！哎，你使上。哎呀，咱俩是好兄弟。来来来，告诉你，左面是宋词，右面是诗经，这里是唐诗。哎，咦，千字文。哎，你这是？哎呀，小声点嘛，隔墙有耳，被人发现怎么办呢？哎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害怕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汉赋。好兄弟，好大哥，好兄弟，君子好逑。君子好逑，君子。老师，有人用鞋子打我。坐下。干的了，老师，你看，我有的啊，你看另外一只，也有的，没关系，都是一样的。哇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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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字都写到脸上去了，真厉害。你们两个应该知道怎么办了。哎，啊，飞鸿，啊，你可把我害惨了。又不是第一次，你应该习惯了嘛。早知如此，哎呀，结果都一样。怎么会呢？哎，如果你读书读个通宵的话，到头来考试不及格，不是照样要受罚的吗？说的也是。哎呀，宽容点儿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当然不会让你白吃亏了，我会给你带来补偿的。哎，什么补偿？什么补偿？被老师发现可就惨了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民吞表格嘛。对呀，男儿当自强，你也不应该这样辜负你自己这副好身手，对不对？何况主任教编的是文韬武略，无一不精，医术医德兼备的啊。你爹黄师傅。所以嘛，你要珍惜这张报名表格。听说有人在衙门口排了整整三天三夜的队。哎，才求得一张报名表格。可是你爹太严厉了。严师出高徒吗？你也想学得上乘功夫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们俩干嘛？啊！哎呀，老师，他们俩没有站好。站好。有仇不报，非君子。
哇，哦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好臭啊！我，哇，好臭啊！拳腰上步，锁喉扣，脚踢连环破三关，沉腰坐马显神通。练武就是为了强身健体，除强扶弱，保家卫国。希望你们能够将我中华武术发扬光大。放心吧，老伯，再多扶两天，你的手就可以自如了。谢谢，谢谢啊，不用客气。啊，福神回来了，爹回来了，啊、回来了，肥红。哇，哎呦，什么事情、啊、这么开心？哎，有新店子开张，很热闹的。而且不用光顾就送礼品哎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奶粉。奶粉？这个呀，小孩不用吃人奶，吃这个就能长大了。那就不叫奶粉，那就该叫奶娘了。阿贤啊，啊，你们以后不要贪小便宜啊。哎呦，这个我本来不想要的。就是因为看叶先生可怜，我们帮帮他好嘞。姓叶的，啊，叶氏轩的馆子开张，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？今天我们广济西医馆开张，赠送奶粉，大家路过看一下。我们今天赠送营养奶粉，啊，您看一下，来，这个给您。今天是我们广济西医馆开张，我们赠送营养奶粉，来，给您一张。您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赠送的营养奶粉，非常有营养价值，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都可以用。这是一个维他命，包含了一筐橘子的营养，大家看一下。那怎么说？你这是冲着我来的了？对呀、啊，还有你这个什么粉，吃两口就可以不吃米饭了？那我得明白给谁啊？就是、啊，不不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这样？听我解释。你明明是来抢饭碗的。大家听我解释。太不像话了，怎么活呀、啊？到我们地盘来抢饭碗，把我逼死呀！听我解释一下，对不起。哎，各位各位各位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各位各位，不要急不要急，请听黄某说句话。你来正好，他要感觉我们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替我们评评理，主持公道啊，黄师傅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哎、各位各位各位，稍安勿躁。叶先生呢，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大家的好朋友。当天戏棚倒塌，若不是叶先生仗义出手相救，那我们的灾民死伤可就大了。我想这件事情呢，可能是有所误会。这样吧，把这件事情交给我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圆满的答复，请大家相信我好吗？好，黄师傅，我相信你。相信你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。刚才若不是遇到黄师傅，我真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也说不清啊。哎，始终是民智未开，难说啊，难说。我们中国人如果都像黄师傅这样，我们就能够进步，就有希望了。啊，那也得多一些像叶先生你这样的人才行啊。哪里？哎，黄师傅，嗯，要不要去参观一下？好啊，请。这儿呢，我们存放档案。哦，啊，这是张手术台。嗯，我们小手术就在这里做。这个是个药箱，这些是工具。工具？嗯。哎，叶先生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注射器，就是把药注射到我们体内，省去服用的麻烦。这样？嗯。神奇啊，太神奇了。哎，黄师傅，嗯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什么？这个？对。好，试一试。哎呀，怎么？哎呀，这么疼吗？好痛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痛、啊！早知道这么疼、哎，就不应该让叶先生给你打一针呢、哎。我也是想对西方医术多点料。哎呦，哦，哎，你爹，啊，娘，飞鸿，你进来干嘛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飞鸿，什么事儿啊？娘，洋人的奶粉跟咱的就是不一样，来尝尝。啊，好吃吗？哎呦，这比咱们的大梁牛乳还好吃哎！再吃点。嗯，好吃。娘，好吃吧？好吃。飞鸿、啊、爹，有事吗？哦，福伯前几天让我交给您一封信，可是我给忘了。就知道贪玩。哦，是大不列颠寄来的。嗯，大
不列颠。哎呦，会是谁呀？哎，这女孩挺漂亮的嘛，给我看看。哎呦，哦，这是爹的初恋情人吧？啊！小孩子不要乱讲话。那他是谁啊？哦，这是我表妹。表哥表妹蛮匹配的啊。阿贤呢，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这是我表妹的表叔公的三姨丈的女儿，从小呢就到了大不列颠生活。哎，这算是什么亲戚啊？嗯，就算是远房的一个亲戚吧。哦，远房亲戚。你看看信上都写些什么东西啊。对，我表妹的表叔公的三姨丈说他的女儿下个月要到广州，要到我们家来，让我们好好照顾照顾她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到啊？三月初三。啊，今天就是三月初三。什么？今天就是三月初三？啊，对呀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呦，哎呦。